啊，存款就才56000，你们这些人都咋玩的？捡破烂也不至于这么穷吧？看一下仓库，不丢，6把大狙，但是怎么连把煤坑也没？他的需求是我帮他赚钱，准备了这么多狙，总不能让我跑狙赚钱吧？蓝胖子有6件，还一件独眼的，连4级的5级的都没。好家伙，看来只能先跑狙了。我算是服了，这么多枪连个8倍都没，存款也不够买的。嗨，那就只能这样了，用夜视仪跑狙，仓库还有3发高爆，抛光还7发，再来几瓶饮料加一个大包足够了。嗯哼，这个复活点不错，开局就能先拿个人头，直接去蹲前面复活点呢。他还没卡出去，这夜视仪瞄人确实不习惯，但是就如他的名字，拿捏不求掉多少东西，给件4甲就行。他鸟的比我还穷，又看到一个，嗨，没中，直接过去堵他。我来了，来，在楼下试试，不行，赶紧躲一下。我放弃了，这玩意瞄人太难受了，还是用 MG3 先去赚点子弹，运气好了再整把煤坑回来，下巴就可以去辐射区摸金鱼了。还好他仓库备的有子弹，钢枪嘛，可以准备的东西多点。行了，穿件6套钢枪去。河边有人打架，不顶，山上也有枪声，先躲一下。看到山上的了，还好他刚才不是打我，看看能不能找机会把他秒了，整点子弹。咦，下来了，机会来了，搞定了。北边的不用担心，有鸡哥帮我放哨呢，先去舔包。100多发透光，够2梭子了。再来黑市看一下，有信号枪先拿去，然后就在这静静的等一会儿，肯定会有人来。哦，看到一个小呆瓜，搞定，直接去拿东西。哇，500多发透光，下巴去辐射区的子弹有了，现在就差一把煤扣了。再来隔壁房子等会儿。哦，看到没，那小子想从铁皮车上看黑市有没有人，还好我来隔壁了。不急，等他过来再打。哎呦，上面又来一个，有好戏看了，他俩要撞脸了。哎，没打起来，他们发现对方了，这个来黑市了，看到进屋就瞄着楼梯口，嗷啦，正准备上子弹呢，另一个也来了，那就让你俩享受一样的福啊。啊，这下可以去舔包了，3级包一个，又能多赚点东西了。再看一下另一个，哦，4级包一个，还有100多发高爆，不错不错。嗯，地铁的脚步上来了，先等一下。好家伙，穿的豹子装，既然来了就给他个惊喜，埋伏他一手。哎，他更穷，包也买了，整了将近1000发子弹，就在这里把信号枪一打，说不定等一下还能吸引过来几个人，没空直接就送来了。在隔壁房子静静等着，看一下周围有没有人来。我去，弄啥嘞，大哥们呀，扶贫的时候千万不要接号，这样我又要重新进，进来以后等一下还会丢线。还好现在是在房子里蹲着，应该是没事的。啊，不会吧，结束了，赶紧看一下东西掉没。我去，6甲没了，可怜我辛辛苦苦挣的1000发子弹啊。哎，现在已经没有心情再去偷偷摸摸挣子弹了，这把直接上蓝胖子，还好他有辐射吧，带上小蓝直接双4。学校的复活点距离比较远，不耽误时间了，直接坐地铁去辐射区。有枪声，小蓝下车来活了。哇，冒红了，先等会儿，好像看到还有一个人，他在车后趴着。防止还有老六，先轰一发，1个6头，1件6甲，还有5把5头啥的，子弹也不少，这下可以放心的去辐射区了。先观察一下有动静没，
好像是没人来。不丢，掉线了。每次被几号以后，过不了多久总会掉线一次，所以千万不要几号。还好才刚来辐射区，要是关键时哈，真是有70个人嘞。我现在我虚。咦，重新进来后还卡麦了，听一下他们在哪儿。啊，在那边打我了。哦，不是来辐射区的，问题不大。先去开箱子，看看他这号排不排。Nice 啊，开门金。第二个紫，第三个两张蓝图，相当于一根金了，也不错。嗨，又是平板，看来这把又赚不了几根金条了。先从外面把里面的俩给开了，再看一下窗口的这个。我顶双黄蛋，不错不错。再去看一下里面的，一金一蓝，好家伙，已经四根金条了。看来这把有望打破我的记录啊！冲一波，八根金条。一根金，楼梯口的这个一张蓝图，现在已经五金四蓝了，还有直道的没开。哦，有人来了，先上房顶，让小蓝把金条和蓝图先存起来。不急，对面的马上就该过来了。我去，大哥别整我呀！正关键时候呢，咋又掉线了？快点进去，快点进去！我去，站起来了，还好没被打。子兰，他们人去哪儿了？我点，看来我进来的刚好，再晚会人就冲过来了，应该不止一个，先等等看。嗯，小山头有一个，打。哎，直接死了，那应该没人了。但是为了安全起见，先稍等一下。哇，还有人，原来不止一段，但是下来的时候他已经跑了。去看一下山上的盒子，这家伙子弹挺多，还有一把改进没扣就不要了，拿榴弹枪安全点，再去把直道的开。我点又两根，已经七根了，看来还有希望八根。最后一个箱子了，再来一根金吧。Nice 啊，八根金条。上次八根金条没回去，这次得小心点，何况刚才那队还有漏网之鱼。先看一下楼梯下面有老六没。子兰，你说这下面会不会有人蹲？主要是太肥了，有点慌。先喝瓶饮料压压惊，返回点还挺远，不管了，冲！我顶，吓死我了！赶紧先上来打个药。这小子还真在这蹲着，不过怎么就一个？他队友可能在洞口蹲着。包里有件补给甲，拿不下了就不要了。我总感觉他队友应该还在，封个烟再过去。烟丢的有点远，小兰，你再往车后丢一个，防止他在附近趴着阴我们。行了，上！我去，果然在直道蹲着，别理他了，等下没时间撤离了，点个火，防止他追上来。我们直接开溜，这把是我扶贫以来单局赚最多的一次了，一把挣了300W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见，拜拜。